次这一首歌好了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今生只守尽心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我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是四件重要的事当中的第四件事，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。祷告是讲到个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关系，领受相爱是讲到教会之间啊，讲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互动交流。款待是讲到对着外出需要弟兄姊妹的接待关怀和爱。用恩赐服侍是讲到神为了他的教会肢体的需要，为了时代还没信主人福音的需要，神给他的儿女有恩赐。恩赐原来的意思是礼物，恩典的礼物，不是因为我们努力他给我们的，是因为他白白的给我们，这是恩典最重要的精义，就是在白白的给。而这个礼物是给我们使用的，它可以说做工的工具，也可以说是做工的能力。我们中国人说工欲善其事，怎么样，必先利其器，就是要把事情做好，不只要能做事的人，也要有合适的工具。那工具预备的越好，做工的效果也就会越好。所以神就给我们工具，给我们能力来做事。而神所给的这个做工的恩赐，跟人天然的才干有时候是相称相当，有时候是不完全是相符合的。甚至那种口才很不好的人，可能有先知讲道的恩赐，可能有教导的恩赐，这我都看过了。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从天然的他的特质或者才干，我们就觉得他合适做这个，合适做那个，不一定。
天然的恩赐才干用来做属灵的事，不一定会有属灵的效果。可能我们会觉得他做起来还蛮不错，但是不一定会有属灵的效果，必须有属灵的能力工具才有办法把属灵的事做好。所以神为了他的教会的益处，为了他给教会的使命，他就给他的百姓有恩赐。那在彼得前书这里，他非常简略的把恩赐分成透过话语服侍的，以及透过做事来服侍的。那我们会发现在教会很需要有话语的服侍，包括讲道，包括教导，包括劝勉，包括传扬福音，借着口把话语说出来。那神给人恩赐，在说话的当中可以达到很美好的属灵的效果。但是同样的，在教会也有许多的事是需要动手动脑啊，去计划而且要完成。我们每一次的退休会都有人要负责报名的工作，要负责分配房间，要负责收集所有的器具，把它送上车运到这里来，然后再把乐器组合，然后结束以后再把它收拾好，再把它搬回家，再给它就定位。然后我们就发现，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两只手可以搬这些东西，可是有一些人做起这种事你就觉得很顺畅，有一些人做起这种事你就觉得下一次最好他不要来做了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看来神没有给他这种恩赐，所以他做起来就怪怪的。那有一些人神没有让他透过话语的服事，所以你把他放在这种服事的位置，尽管他可能口才非常好，但是你也觉得听得很兴奋，但是好像生命不一定会改变。好，这就是恩赐的问题。因为恩赐我们才有能力，才做工会有效果。也因为有能力，所以做事就事半功倍，没有能力做事就事倍功半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要按着恩赐来做事，按着恩赐来服侍神。那服侍神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用来服侍人，对着刚受洗刚信主的出生的婴孩需要领奶。领奶是什么意思？奶是经过母亲吃的食物吸收，变成比较稀比较淡的食物来供应给出生的婴孩。所以呢，有一些人他就必须要先领受，然后呢他就可以去喂养这些刚出生刚信主的婴孩。所以我们又发现有许多的人一下子你叫他读圣经他读不懂，但是你给他花木甘泉他看得懂，因为花木甘泉像灵奶，是有人消化过的，所以人就比较能够领受。但是渐渐长大就要吃干粮，就直接带他读圣经，直接教导他解释圣经，甚至让他自己学会，这些都是需要神给我们的恩赐。那神给我们恩赐是给个人，那当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一起配合就更加的丰富。所以神通常给我们恩赐都跟给我们的使命有关。神把我们放在哪个位分，托付我们做什么事，跟他给我们的恩赐有关。因为他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是
透过话语做教导的，而他没有给我们教导的恩赐，我们当然做不来。所以恩赐给神给我们的恩赐一定跟他给我们的使命有关系。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容易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，包括整个教会文化已经把我们推向一条路，就是认为服事就是分全职跟代职的差别，全职的叫传道，代职的叫弟兄姐妹。事实上包括这一段圣经完全没有提到全职代职的问题，只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恩赐。那为什么要把恩赐好好运用？因为神既然给我们这个工具，给我们这个能力，就表示他要我们做这一份工作，所以我们就要去好好去做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情。那在哪里做呢？一开始就在你所在的环境做，在你的上班的地方做，在你的教会做，在你的家做。因为你既然有这个恩赐，无论在哪一个地方，你就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一方面的事。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他的恩赐不只是限于一个教会，像约瑟是探出墙外的枝子，所以有一些人的恩赐是会够到其他的地方的。就像最近台湾要请安卡罗弟兄去台湾带领特会，他是90年代神在阿根廷兴起那种兴起的一个器皿，带动 全国的一个复兴。现在神把他带到世界各地，包括到亚洲来。他其实是一个生意人，他也没读过神学院，但神就是给他一份，那一份也很特别。好，那他就好好的用，很多的地方觉得这一份恩赐很需要用在他的国家，所以他就被邀请到其他的国家去。像他这样忙就很难再代职，所以他的工厂他就很难继续经营，因为他一天到晚要到世界各地去，甚至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个月。所以重点不是全职代职的问题，重点是神给你的恩赐，神给你的使命。你如果代职就可以成全了，何必全职让教会来奉献支持你的生活呢？而如果神给你的使命你代职根本没办法完成，然后你说神啊，我一定要自己去上班有一个工作，然后我自己养自己，我拒绝弟兄姊妹的供应，那也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重点不是全职代职的问题，重点是你有没有好好运用你的恩赐，把神托付你的使命完成。甚至有许多的时候恩赐也跟职分有关系，比如说你有治理的恩赐，那你教会你在教会可能就会站在一个领导带领的一个位分。所以神要他的教会，神的百姓透过彼此的服事能够带出生命的效果，而神的百姓有多方面的需要，所以神就在他的家里面给了许多的恩赐。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讲到恩赐，还给他指出来哪一种恩赐，哪一种恩赐的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九种，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九种，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五种。
啊，以弗所书那四章有人说那是职分的恩赐，啊，彼得前书这里只把它分两方面。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去在神的面前弄清楚神给我的恩赐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如果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工作工具，他就一定有使命要我们做。而如果我们完成那个使命，神的家或者说还没信主人就因此蒙福，神就得荣耀，那我们也就在荣耀神。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把握，因为我在荣耀他，因为神要我们交账了。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讲了三个天国的比喻，其中一个比喻就讲到按才干受责任，也就是神给我们恩赐，不只是我们在地上好好用可以荣耀他，可以造就别人，而且他到时候他要我们交账，要跟我们算总账。他给我们一千，也就是他给我们的恩赐可能没有很大，他就要求相称的效果。他给我们的恩赐很大，他也就要求相称的效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经文不是对传道人说的，按所得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恩赐的好管家，不是对传道人说的。请你跟旁边人说，这不是对传道人说的，这是对你说的，这是对牧师说的，也是对你说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反正我就好好做礼拜乖乖的啊，牧师叫我做我愿意做就做啊，执事请我配搭我就配搭，如果我觉得不想配搭就算，不是这样。每一个人都应当弄清楚神给了你什么能力做工，神给了你什么工具做工，然后神给你什么使命要你完成。听清楚了，耶稣再来，你不要说牧师没讲哦。我不知道我的恩赐为什么那牧师没讲，我不知道我要专交账，因为牧师没讲。我讲了，2011年7月18号，中午12:22，我讲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弄清楚神给你什么做工的能力跟工具，然后弄清楚神给你什么相称的使命，而那个使命是在哪个位置。弄清楚以后，好好的去训练你的恩赐，把这个工具老是把它磨得光亮又利又快，好像你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。如果你说牧师我不是很清楚的，我们可以帮你，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说我没有恩赐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因为神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家里有用处。阿们。请你跟旁边人说，你一定有用处。如果你有用处却不去发挥，你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。只有一个理由解释你没有发挥恩赐，就是又饿又懒。
如果你都搞不清楚你的恩赐，那你更懒，连知道恩赐都不知道，都不去寻求，更不用说你做什么工了。弟兄姊妹，神一定给你，甚至可能已经给你了，只是你没有去弄清楚而已。神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恩赐，如果做得了工，那其实是很大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看见做工的果效，是心灵一个大的满足，这也是神可以给我们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配搭服事，看见人因为我们的服事而长进，而得释放，而得造就。圣经说我们结果子，神就得荣耀，我们的喜乐怎么样也可以满足。千万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，我只以神为我的满足，所以我都不服侍，免得我以服侍为满足。我因为神而满足，所以我甘愿顺服神的话，而神给我恩赐，我甘愿使用，甚至我愿意劳苦努力的使用，好让神所托付我的每一个人都得着祝福。神说，当我们用恩赐来成为教会，成为福音朋友的祝福，神就得荣耀。而同时我们也在预备要迎接我们的主。我知道我在荣耀他，他要来了，他一定会称赞我。虽然我存着谦卑的心，因为恩赐是你给我的，谢谢你还看得上我，还在乎我，愿意用我，但是我里面知道我是忠心顺着神的心意来做的。神因为我得荣耀，所以将来喜年圣徒欢聚的时候，我会很快乐，真是欢聚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真是越来越近，不只是因为他好像是一个严厉的神，所以一定会审判，而是我们看见罪恶使得这地球真的越来越不适合居住了，所以那一个日子真的是近了。虽然很多人很想挽救地球，但是对我们而言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是更迫切的事。而在这个当中，我们需要学会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祷告，是在主的启示跟亮光里面祷告，不要再教会的文化跟习惯里祷告。所以多一点学习怎么跟神谈话，跟神谈话有很多的功用，不只是我特别强调的处理情绪的功用，敬拜赞美的功用，它有很丰富的供应、更新、修正的功用。我记得从1990年第一次去亚特兰大，神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做。后来我们一次一次去，我常常感觉我每一次去都好像是要像时钟一样被校正，
怎么能够校正呢？因为有一个准确的一个标准。每次去神会让我从神那里领受一些亮光，透过这个教会，透过这个神的老仆人显出来，看见我里面的偏差，所以我就再一次被修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决定、我们的看法，很多需要被神修正。到如今，我每次到神的面前，我总是渴望我的偏差可以被指出来，让我再修正。我的灵是对的，我的魂是对的，态度是对的，方向是对的，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很容易偏差，所以来跟神谈，常常会被矫正。就像我们做生意，常常找一些更老练的人谈，他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，而我们的神是一切的一切，无论哪一方面，包括灵里最深的部分。千万不要存着一种心情，神啊，我都没问题，所以我就是来赞美你，我感谢你让我都没问题，而是神啊，我总是求你把我真实的状况显出来，用你的话把我的偏差、把我的错误给显出来。我在做丈夫的事上还有什么需要被调整的？我在做父亲的角色还有什么需要被调整的？我做牧师，我什么需要被调整的？我在领敬拜，我有什么需要被调整的？来到神面前跟他谈，先把我们这个人弄对，然后从神那里领受他的生命，而他的生命的一个非常中心的要素就是爱。不会亲近神的人很难会有真实的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因此要能够总是保持火热的爱，除非不断有神爱的浇灌，因为人是非常有限的。即使你来参加退休会被浇灌一下，觉得你金弓抢强棍可以回家了，也用不了多久就消耗光了。甚至夫妻吵一场架就消耗光了，所以你一定需要常常来到神面前领受，才会有真实的爱，你才能确实相爱。当我们觉得对方太难让人爱了，那就表示我们的爱已经差不多了。你阿们吗？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爱，然后我们不面对，就找一个理由说他太糟了，所以爱不下去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对我们说你太糟我爱不下去了，神总是说你是很糟，但是我还是爱你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爱。所以不会祷告的人很难有火热的爱在教会的里面，在弟兄姊妹的当中。没有爱的人很难做接待的工作。我们提过接待不是因为我跟他很熟，跟他很好，不是因为他很好，所以我很喜欢接，而是因为他需要，因为神的因素，所以他到我们中间来。所以要能接待，一定要有爱。爱使得人愿意施恩，才能做好接待，而且不抱怨。要能好好的祷告。